啊，好的。哎，他大家吃好了没有？吃好了没？他我老去找队长过来热闹一会儿。就这，就这吧。飞翔，飞马，开刀自豪。 我们过来采访一下他们这些售后边的心思，就是团队。我们去看他们叫什么出发吧，欢迎过来。上厕所。好。哎，发挺好看的。笑一个。笑一个。这应该是一件半吧。你看啊，现在农村发展都比较好。 你看，现在农村发展都比较好。你看这个房子，盖的是不是豪华？这么高？啊？这么高？你拿下走。你是的。啊？六。这是个六。套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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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套
七八个车知道的，可是跟原来咱们都亲戚，原来都有互相礼尚往来。咱如果要发这个，就给个亲戚多通知，就来互相。谁组织这个事？谁都是社火区的噻。啊，这个是啊。那是这是跑里村的社火区吧？还是跑里街段的？跑里村的，跑里村的。然后都在一块集合。啊，都在这儿集合。咱事先在个弄之前给人家哥跟咱有关系来往都把亲戚都下了。我就是你听这些说这些村都是以前都有。人有来往的。有来往的。有来往的。人家村人家如果村你发咱给人家也去操心，咱如果弄这都互相来往。互相来往。互相来往的。就是我。啊。这都从老一辈人遗留下那个关系。你们要看见光找社火不找社火局。社火局是民间组织。民间组织。就是发社火局这个组织，由社火局统一牵头来咋样能运作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啊。那个天上印的还是这个东西东西啊，这都有面儿，太近，哪有啊？就这就算了，他们这不。柳岁班，这班上咱就来个小网红，你可别
时候，这是闹翻，这是闹翻啊，这是闹翻，不是？这我还不知道，台湾们，反正社会有知道就知道。他叫这个我还不知道，这个把我们搁哪？并不太谈。那这个是弄几个娃呢？弄一个娃，还敢弄俩？弄俩咋太得多？一个娃我就行了。就是那给娃上架子用着的。啊，娃搁那空，走的没最谈哈。啊，以后加注。他这个是相当于说是其他都是拿车把小孩架上去当芯子，这个是拿这些踩高跷的，几个踩高跷把这个铁棍扛上，然后把小孩插上去当芯子，就是技术难度特别高。你过来看这个。我有没穿着，没穿，要没穿，要着要着，要着要着，哎，这来看，反正我是不玩鞋，我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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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魏震，魏震，魏震爬过来啊！你魏震也是也有说过来，你魏震哦也有，魏震说的啊，魏震说去魏震发腿，魏震腿发没？哦，你这些发腿都是魏震的，魏震腿牛的，都是搞笑都是魏震的啊！你看魏震还走，魏震，魏震伢子发什么钱？有戏吗？伢子没，伢子叫我大蛋才，伢子刚跑到啥跑过西片子，西片也，伢子红十几万块发，这红了你妈打，把锣鼓队把街道敲满了，那你妈的，跟着没一桌。伢子牛。那个水洼里头一会儿也。我高脚台。那我还难很，还危险很。哦。我难度。我难度，我八十，俺在四五七个呢，发没得，发一个地方，知道不？啊，咱这薪资都不高。啊。咱这薪资不高，不高，不高。俺不叫俺有嘴巴了。都自己个儿做，咱家弄这是吧？啊，走了。哎呀。年轻人，自己说的。他会弄这东西，花年每年。他爸就是走腿。有收获，年弄过这些好事。这是他哥，他哥也爱走。他哥也走。还把几箱沙都爱走。都爱走嘛，还能发一块去啊。哥，我问下你啊，你这扮演啥角色？就是，就他典故还是？刽子手。刽子手。这谁没看头？他可没看头。他这是刽子手，然后旁边红衣服被砍头。你屋在哪的？步城桥。哪的？步城。步城在哪？对不对？步城南头。一般最低多少？最低。我发过的，像四一海吧。啊，就是。那还有一米几？一米几下边。一米就像这么大。你不是下边六十，上边四十。哎，不，咱就是我价钱也给人便宜点子。下边是六十。那个现在把税都卖完了，我们放。咱弄个一米五几的。一米五几。你到咱屋再说。嗯，俺这特一工，你说赚了多武器？特一工那就给你算下少十块钱，其实都是一样。我这今年一米五几，兰州兰二叔都是一百五。啊，那这是多大腿？这是一米七。一米七。一米七下边一米二，上是五十。六亩，得六亩。六亩，六亩。六亩腿，六亩腿。六亩完，六亩轻嘛。六亩完轻。啊。这一个的，这一副的，北五，北五呀，嗯，全国都是一个价，发到兰州发内蒙都是一个价，哇。Stop!
我弄切去，六天帮小孩去。女士，如果拾到钱包和手机，交到咱主席。热闹赛过长安城，鲜花怒放春江船。万幸其实咱发来观看社会的父老乡亲，经所有的工作人员就忙，就交到咱主席台来了，就交到咱主席台来了。哎，咱坐公号骑过来的。你也说话，放假。但是我们说不接不接。啊，这里有人兄弟。警察的我都跟着，就害怕打车啊！啊，警察也跟着。我跑几步了，我走那边妈呀！别，真过去了。我娘的，这都懂这儿的。懂这儿，懂这儿就很闹腾。懂这儿。就是。刚那会儿都车大车都在刹车了。咱这些六点人看不惯。
我比我想的多，我操！我想着管十几个，这考上几百个，我就没有感觉。你得是没想到这么多。这一男的都轻了，你还有点像这。不让。